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叫 Nixon to Miles Dasso， 是一个来自新泽西的21岁小伙子。他因为一个万圣节的整蛊视频爆红网络，视频里他打扮成丧尸的样子，在超市里直冲向购物的人，一边飞奔一边咆哮，把不少顾客吓得魂飞魄散。整蛊视频在 Vine 上很快就流传开了，短短几天内点击量的就超过1000万，网友都觉得他扮的也太逼真，简直是现实版的行尸走肉。试想一下，一个全身血淋淋，没有手也没有脚，只有身体在快速向你蠕动的丧尸，爬谁面前都会害怕吧。被整的客人要么拔腿大跑，要么随手就揪起货架上的东西对着他狂砸。整蛊视频疯传归疯传，网友们在惊叹最真实版丧尸的同时，也都不禁疑惑，这人到底是怎么操作的，怎么能把手和脚是怎么藏得那么好，还爬得这么快。其实 Nick 他本来就是没有手没有脚的，但 Nick 在日常生活里是这个样子的，年纪轻轻的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其实比恶作剧视频更有看头的是 Nick 这21年的人生，因为他的人生就是一场不停的战斗。Nick 从出生开始就没有抽到好牌，婴儿时期的他患上了汉哈特氏综合症 Hand Heart Syndrome， 这种罕见的疾病会导致婴儿发育不健全，存活的几率只有 30%， 全世界只有11个人患有这种病， Nick 是第12个，而这12个人里有8个已经去世了，所以 Nick 的存在就已经是一个奇迹。既然成为了有幸存活着的那一个，也不知道自己生命能延续到哪一天， Nick 就决定了要不负此生，活得精彩，活得漂亮。他从小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自立，两岁的他就学着靠自己的力量从地上爬到推车，再从推车爬到椅子上，再爬到桌子上看电视。12岁的他已经完全长成一个出行靠轮椅、背持靠滑板的追风少年了。除了基本的生活技能，他还学会弹琴、用电脑、打游戏、打鼓、玩橄榄球。他爸爸曾经这么说过他， Nick 的存在不单单是为了活着，而是为了更好的激励他人。他或许没办法改变残疾的身体，但是他的身体从来没有限制他去成为想成为的人。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对 Nick 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他打算再 push 自己一把。高中时期他加入了学校的摔跤队，成了一名摔跤手，而他面对的常常都是体重是他两倍的对手。虽然比赛胜利的次数不多，但 Nick 觉得通过摔跤我才知道我是谁，才知道我的精神力量和身体力量有多大，是摔跤让我学会面对失败，也不再畏惧失败，让我成为更好的人。也正是因为摔跤，他和喜欢的运动结缘，开始坚持锻炼，走上了一条不可回头的开挂健身路。之后的 Nick 画风就变成这样这样和这样的了。在健身这条路上，他平常的训练过程只能用难以置信这四个字来形容，举铁、推铁、吊环、跑步、推轮胎，好像那些一开始对他来说不可能的都是，都被他一点一点实践成了现实。这些我都可以做到，相信你们也一定可以。他曾网络上面抛出他的现在和2011年的对比照，这是给大家的一份激励。左边14岁的我并不自信，没有手没有脚，也没有好身材，我或许可以选择让命运打败我，但我没有，我选择成为更好的我。精神力量是强大的，健身改变了我的人生。2011 vs 2017，健身的确改变了 Nick 的人生。在健身道路上走得一发不可收拾的他，渐渐的从健身房走上了更大的舞台。2017年 Nick 参加了健美比赛，并获得了男子组的第三名。他在开始健身圈戏份无数，各路健身大咖也都被他坚强的意志感染，纷纷跟他合影，连巨石强森都被他激励跟他合影后发 INS， 这就是选择的力量。
他是没有四肢的 Nick， 也是无所不能的 Nick， 这是他的选择，也是他的坚持。之后的 Nick 道路越走越宽，他被要求去纽约时装周当男模。他的故事不仅登上杂志，还有很多学校他去演讲。他的左臂上纹着一句话 You laugh at me because I am different. I laugh at you because you are all the same. 你们嘲笑我因为我与众不同，我笑你们全部都一样。他知道自己没办法像健全的人一样工作和生活，会碰壁也会失败，但是只要永远不放弃，就永远不会输。这就是 Nick 钢铁翻译制的 Nick Ref https://www.todaycomnews.com/living-disabled-teen/internet-style-lives-inspiring 2D120-08775 https://www.instagram.com/nicksantanastasso 勾选1913给世间接白为我读黑暴躁小姨他好帅我把头发剪短了点这种人生活态度才为可敬青恩北之前有一个和他一样的残疾人也叫 Nick 不过已经结婚了好像还有孩子名字 CC99 Nick 好像是四肢都没有励志演说家白夜小除了死亡没人能击败自己威雷想起尼克胡哲他们活得比大多数健全的人都好今天也喜欢蔡徐坤了有些人已经活得像巨人一样了加油我会扭转乾坤的比起身体残疾更可怕但是有手有脚还不努力每天怨天怨地还不发愤图强的人比如我傻居有品专为大家准备英国的各种值得推荐的好产品英国直邮包邮包税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